嗨，大家好，近日香港主持人陈贝儿进行了一场直播活动，此次活动是贝儿第一次尝试直播，虽然没有内地的那些直播网红大咖那么大的人流量，但也是在线观看人数也达到3000多万，直接打破了同行的直播记录。此次的观看人数对于一个之前在香港发展的主持人来说也算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了，这次直播观看人数可以是香港总人口的快5倍，此次直播获得了活动主办方的大力赞赏，对于贝儿的表现很满意，所以说陈贝儿北上到内地发展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后续的发展潜力无限，希望贝儿后续多出更好的节目给我们观众，希望贝儿今后在内地的事业长红，记得关注再走哦。